欢迎收看国光帮忙整人计划人夫福利社，今晚让你重回单身的感觉。哇塞，哇塞，幺三了，OK 吗？对对对，碰一下，碰一下就好。哦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预备，来了，来，来，快点，预备，一二三。究竟雅雅的出现会让沈玉琳面临什么下场呢？今天国光帮三位主持人要恶整的人夫是沈玉琳、潘若迪，他们要从四道门后面选择一位想交往的对象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，其实老婆就在第二现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。究竟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呢？我权衡，大家玩，大家好。哎，大大，你刚刚跳的是大肚子舞的，跳不动，受伤了比较啊。今天两位有福了，听说解放了。对，今天是人夫福利社，今晚让你重回单身的感觉。令人感慨啊！铁门拉下来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啊！我们今天超感动的。为什么感动？超级感动！来这边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这种享受过。这边每次都是在节目里面看了，在电视机前面看大家那边玩，其他人要不然就是看到其他那几个小朋友在爽，对不对？对，都看马国，从来都没有对 Kid 他们在爽，对不对？一定会轮到。哇塞！今天特别为你们精心设计。我靠，感动！但首先我们要欢迎这位，你是谁？我是阿里，刘德华。永不改变，爱你一万年，是吧？是吧？爱你经得起考验。我是。好，停！你先停，你先停。这是我爱我老婆的证据。我在放哎。I love you， 而且它上面有 LED 灯，对啊，现在太亮了，有点太亮了，所以是，你有没有看到，都是你的，满地都是，是不是？Sorry， 这一颗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叫你妈来啊，叫你妈来。我不是妈宝，你们这节目实在是有够糟糕的，一个天王来这边捡垃圾。啊、你要讲里面有 LED 吧？我还没讲就蹦蹦蹦了，我怎么讲？好，那婚后以后啊，就是老婆如何约束你们，让你们很怀念单身的生活？像这种单元基本上是不可能来的，出现、绝对不可能出现。因为他就是觉得说，反正你来这边，我为什么让女生在你身上蹭来蹭去？哦，所以你现在上节目，他也会在家监看就对了。对。他每一天都在那边看。那沈玉琳你呢？老婆怎么样带一带你？她改变很大。哦，怎么样呢？她是我助理，是以前、啊、我是她老板。嗯，我要去哪就去哪，她怎么管得着？婚前嘛。对，那婚后呢？她是你老板。婚后变成说朋友约吃饭啊，那就得看状况了哦，不是任何饭都能吃的哦。哎呦，也不是任何趴都能去的哦。什么意思？那以前我们有饭就去吃，有趴就去嘛。嗯，就去玩嘛，他得看现场的男女比例分布的结构，如果都是男的，他 OK。OK。那如果当中让他发现，哎，有穿插的几枚哦来路不明的女生，啊，那我是一定不能去。哦，那彻底的隔绝，彻底的隔绝。那如果吃饭当中有少少这种，他就那不可能了，完蛋了。我跟他会玉石俱焚。对，你看怎样跟你玉石俱焚？整人计划第二阶段，国光帮精心准备了四份大礼，让人夫挑选。老婆就在第二现场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究竟人夫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？毕竟今天我们还是，对不对？要恢复单身。嗯、今天是你们啊，人夫福利福利，所以说导播请亮我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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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下一号的灯，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英。三维，英英，三维是3D2435。哦，第一哦，曾经选上过、嗯，代表台湾出去选拔地球小姐。哇塞，哇塞，地球小姐厉害死了！哇塞，高瘦，但是有胸，嗯，他的身形真的非常非常的散发啊、那青春魅力，女人的魅力啊！既然你走秀走那么久，你还摆一个最性感姿势。哎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好，感谢您。你好，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希儿。三维。34D24435。哎呦，都是 D 哎。为什么会拥有旅行少女的封号呢？因为我去年获选某一家就是知名旅社，然后因为我旅社对，然后变成代言人这样。旅行社哦，旅行社哦，对，旅行社旅社哎，旅行社的旅行社的代言人呢？谢谢二号，来三号，你好，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红。沈红是沈红，你好。Hello， 三维。31D2435。好，我没有问题。对。没有。会连两个 B 出来，哪一个 B 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等一下。B 好，小儿美，腰很瘦。对，小儿刚刚真的腰很漂亮，真的。来，腰跟臀一样。他的腰对很漂亮。你说有人说你像谁啊？很多人说我像隋唐、安以轩、陈慧琳、许慧欣、陶欣然。像这么多人啊？李倩蓉。是分开来讲是不是？拍过什么广告啊？最近拍是灿坤。哦、然后对，拍过蛮多的广告，是，还有 MV， 漂亮，哎、欸，拍很多 MV， 连500的 MV 都拍过，对，你是拍 Hockey 啦，这个 Hockey 是不是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脸蛋一定是一流的，绝对一流，漂亮，要不然怎么拍 MV？ 真的、是不是？脸蛋厉害，是不是？厉害，再来，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新月，哇塞，新月，三维是。三维是32D2434。哎，这个也厉害哦。今天很棒。有人说你像谁？常常有人说我像北川景子，还有日本的新宅男女神佐佐木希，以及台湾的冯元珍。哎呦！刚刚自我介绍之后，也看过身形了，也知道他们的经历。在目前这第一个印象之中。各位，请选一个心目中觉得，哎，有啊，要今天晚上的单身的感觉，他会给你单身的感觉的哪一位？来，举个你的牌子，三号，哎呦，三号，哎呦，31B 的，没有关系，就拍过 MV 的那个啊，哦，脸超正，对，脸超正，脸蛋是很重要的，哎，曲哥，二号。哎呦，二号女色代表，34D2435，不是吧？旅行社少女，旅行社少女，为什么旅行社？没有，她吸引我的哈，因为一号我觉得她是职业模特儿，很高啊。然后二号呢，我觉得她刚好身材刚好，然后她声音又很甜美。哎呦，对你讲得好，一号太高了，怎么分啊？是不是？分不到，若迪下班而已。若迪几号？三号也是三号。你为什么跟人家选一样？我没有跟他选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跟人家选一样，你没有跟他选一样。跟他选一样，我再讲句，我有我的原因嘛。没人上前会乱讲话。今天不是我的福利吗？你们让我选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我选，其实第一轮可以 double 选，第二轮呢，就是选中就不能再选。对，第一轮可以，现在就可以。好。那我们先选吧。选三号就是第一个，我对女生的胸部比较没有什么特别兴趣，因为我不喜欢大胸部。因为你本身有胸部，你喜欢自己够大了。对，所以我不喜欢严重的女乳。你我选的还是你想要吃，你喜欢乳症啊？对啊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女人啊，腰线条是非常漂亮的，尤其是背部那个 S 线条，哎，我比较强调。接下来请问一下，这位名字作者。我选的是四号气候，32D2434，北川景子、佐佐木希、冯元珍，你说星夜是吧？
因为这几个名字念出来以后呢，我猜她应该就是一个可爱美少女。是，哎呦，为什么？注意哦，我其实没有念到波多野结衣哦。我怕你跑火了。我猜测她应该是属于萌系的美少女。萌系，萌系，你喜欢萌系的？对对对。OK， 你们没有选一号。啊，你有人选一号哎，你有玩到就好。你啊，还有你啊，我不用选。为什么？你选一下嘛。因为林北都看过了。好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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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一号太高会是一个问题啦。嗯，条件太好了。对，知道吗？我们自惭形秽。嗯，对。来，请问一下一号，英英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英英，你觉得你自己啊本身最棒的优点，比其他三位优的是哪里？嗯，我自己的肤质状况非常的好哦，皮肤好，还有九头身的比例，哎呦，黄金比例，九头身。请问您是什么星座啊？狮子座。哎呦，真漂亮了。你身高多高？对不起。173，刚刚好。你看，对不对？173的最好，还好了，不会太高。你的胸型很漂亮。对，因为内衣厂商非常喜欢我。胸型可以形容一下吗？是水滴还是碗弓？好，那没关系，这个，我断掉你，鉴定一下，鉴定一下，鉴定一下。哦，你是哪一型的？嗯，是碗弓型。哦，你干嘛大叫？你干嘛大叫？你忍耐一点。雨林哥听到碗弓你就这么兴奋，我看你等一下还笑不笑得出来。美女性感小蛮腰，男人本性藏不住。看完腿之后，选，我们就来选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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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轮就选。快快快快快！刚刚换齐了。好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样 OK， 这样厉害。看到没有？对。兴奋过头的潘老师，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呢？国光帮忙，内衣厂商非常喜欢我。哎呦，胸型可以形容一下吗？是水滴还是碗弓？好，那没关系，这个，我断掉你，鉴定一下，鉴定一下，鉴定一下。哦，你是哪一型？嗯，是碗弓型。哦，你干嘛大叫？你干嘛大叫？你忍耐一点，我要配合他嘛。对，哦，碗弓，碗弓啊。OK， 好。是可以丢起巴拉那一种的，太大了。来，二号希儿，嗨嗨，希儿，你觉得你有什么优点是可以胜过其他三位？就是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也会笑哦，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我的笑容。哇塞，真的，好厉害哦。还有的身材怎么样？我的身材吗？哦，我的腰有腰窝哦。屈个腰窝，腰窝，哇塞，屈个腰窝，哎呦。你看腰窝在哪里啊？腰，腰窝在哪里？晓不晓得？是这里、啊、后面那两个，谁不晓得？谁不知道？就是这里嘛。对，我以为有的肚子在这里。你有女乳症，你不要在那边跟人家。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星座？我是狮子座。哎呦，什么血型 ？O 型。好，好 ，so 好 ，very 好，好高的呀。三号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来，请问一下你有什么优点胜过其他三位？嗯，因为我很喜欢运动，然后常去冲浪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溯溪、攀岩啊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然后跳伞啊，不行，还有跳伞。对，哇塞，你还有啊，极限运动，还跳伞战队啊，人家跳伞都是这样这样跳的，他阳光型的，哇，一直是头朝下，哇塞，谁跳伞是头朝下？太厉害，跳楼吧？这个我讲的太阳刚，太阳刚了，太阳刚了，来。四号你好，星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除了有九头身的比例之外，我还有八张脸。哦。而且我的腿长破百。然后网友都称呼我是真人版的芭比娃娃。哎呦，腿长破百啊！哇塞，芭比娃娃哎，真的好厉害。芭比吗？我决定了。一听到怎么感觉都来了哦。哇塞，我先给各位看腿。看完腿之后，选，我们就来选。好，好，好，第二轮就选。快快快快快！刚换齐了。好事不能拖磨。哎，来，你们门票卖那么贵，快点啊！来，一号。哎呦，哇塞，雍容华贵啊！
哇塞，腿好细哦！哇塞，哇塞，地球小姐招待到这里，我腿好细，请你转一圈。我腿好细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细腿人，好的，窄裙的人啊，但是美中不足，怎么样？看女人要看她的哪里？哪里？膝盖。你说太黑吗？膝盖太黑代表私生活不检点，不是不要乱讲，那个是他可能该要换衣服。你自己膝盖是乌黑的，好不好？希儿，希儿，希儿的膝盖，希儿啊！这个就这漂亮，这漂亮，这漂亮，哥，恭喜你啊！希儿，请转一圈，果然希儿。哇塞，希儿啊，看到没有？好像开心什么啊？看到没有？看到，看到。嗯，哎、欸，是这个袜子好像这是袜子、欸，那不是袜子，内搭裤不是，他因为很喜欢户外活动晒，晒成这样子，谁给他晒成这样子？对，哎、欸，妈晒的，那他可以来做，他可以来做乌骨鸡哎，不是，他还可以做窑烤嘞，搞一起，晒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这样 OK， 这样厉害、啊，看到没有？哦对，有没有？请转一圈，得分，对不对？他不黑，人一线都出来了，不黑吧？对不对？小什么吧？漂亮，哦，这个腿好细哦哦，哇塞，糟糕，请转一圈，是这个厉害，丢起力的，你看那个，丢起力的，你看看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展型的臀部一定要像这样。嗯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目前四双美腿，想先看几号的胸，请投票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三号两票。你看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腰一露出来，这两个老王八蛋就受不了。哇，是不是？哇什么哇？来，请转一下。什么都看不到啊。有啊。可不可以展现一下你的腰？因为你的腰太厉害了。对对对对，对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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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人鱼线，你看马甲线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而且你看他上腹那个腹肌有没有线条？漂亮，真的是漂亮。我跟你讲，就你了，我告诉你。你干你要干嘛？什么？你现在当我们太过色友？不是，你们先让我们看，我们自己看了喜欢的，我们可以多看一眼。对，你要言辞上稍微尊重，你们高尚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看就你们没错，我们就看到眼里就看他。像我们虽然心里面的悸动无法压抑，可是我们表面上还是要优雅一点啊，是不是？很优雅。哎哎，什么？什么？来看几号？四号。嗯。多纤细，没有四号，四号真的很正。你看他多会选衣服，你看他手漂亮，那他手跟他的衣服的颜色几乎是同色。哇，你这个，哦、哇塞，哦，这衣服会不会太透明了？哦，请转一圈。哇，姐，暖身还是？谢谢，谢谢。哇塞，哇塞 ，Thank you。哇塞，哎呦，很好。头发稍微拨一下，哎，哦呦，你们吞口水了，可以可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应该吞口水了。口水，四号你只有看着份，陈玉玲，你不要一副被抓到的。我这集我老婆不会看。玉玲哥啊，先警告你，讲话小心一点哦，你的心境已经被雅雅看光光啦。要专业级的，哇塞，一号世界土狗，国际水准，土狗是吗？哇塞！哇！哇塞！真好，皮肤真的很好。哇塞！哦，转了，换了，换了。你皮肤会不会太正了？换了，换了。哇塞！哦！哎，我看你最开心吧。距离这么近，我们不能发泄一下自己的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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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你累一天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有地球小姐的那个架势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刚刚看他站姿，那个站姿就不一样。哇塞，你看超像地球那个花儿。对，那个花儿解开了，好像采那个花，对不对？哎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是是是，那花大家看一看。今天大家出来玩，讲这个就扫兴。对呀、啊，对，采采了吗？花采了。他这种，把花给拔下来。
哎呦，塞，曲哥是你的菜，请转一圈，曲哥，他就是你的了，杀 baby， 他说杀到这个 baby， 好了，各位，杀到这个 baby， 我们单纯以欣赏的态度来看这四位女生的身材，你们觉得希望自己的老婆的身材朝哪一方面去发展？我是一个鉴赏家的身份，懂懂懂，你不用解释，我们都我把这个当作四幅画，是是是，哪一幅呢？四幅画里面，我觉得画的最好的那一幅应该是。究竟沈玉琳会掉入主持人的陷阱吗？人夫福利社贴心亲密互动。跟我有安全之吻，脚步所滋润的按摩可以当人体钢管，回到上面磨来磨去，可以跟我一起吃脆皮酥，吃到鼻子碰鼻子哟。究竟他们会掉入陷阱吗？国光帮忙，单纯以欣赏的态度来看。这四位女生的身材，你们觉得希望自己的老婆的身材朝哪一方面去发展？我是一个鉴赏家的身份，懂懂懂，你不用解释，我们都我把这个当作四幅画，是是是，哪一幅呢？四幅画里面，我觉得画的最好的那一幅应该是 four， 是哎，哦，佐佐木嘛，哦，他佐佐什么东西？对，佐佐木也是比较纤细的，对对对，雅雅也是比较纤细的。而且雅也爱穿这种颜色哈、嗯、啊，那搭配上他这个粉色系的衣服哈、啊，然后纤细的身材，还有他的头发飘然啊，然后他的这个胸线上面的那个哈纱，那一个不知名的纹路，薄纱，不知名的纹路，类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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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说你觉得如果雅雅身材像这样，哇，你就真的是马上疯了。然后我雅雅现在我就马上疯了。那如果他再更进阶到这个境界，就马上 double 疯。OK， 玉哥讲四号，好，若离，我呢还是坚持我的三号。三号来侧身给他看一下腰，让他知道什么叫腰，让我知道什么叫。其实腰我看过非常的多了，因为班上很多人都是这样。但他太骨感了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腰细的哦。将来他其实再怎么样胖，他都看不到。可以不要那么老派，只有老人哦不，他相声听多了。Yes， 这个腰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，漂亮。好，腰越细，我告诉你，将来再怎么胖都胖不到哪去。好，是我跟玉林兄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四号其实他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注意，他的小腹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肉的。但其实这样子，我觉得是性感的。怎么样？不要遮，不要遮，不要遮，不要遮。其实这样非常好，整个撑起来。那有可能是整个撑起来。那有可能是宿便。所以女生常常会这样，你就是每天欣赏宿便，人家在高兴的时候，他就交一盆而已啊。对呀，讨厌，扫兴哎，要这样嘛？啊，相互为代表，非常性感。你比较对呀。好，你眼光最好，好吧，我们都不要玩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那不是书面，我书面只有一个书面，大家一样都是买票进场的，你为什么要搞成这样？啊，对，我书面。哎，鹏哥，鹏哥，哪一个你觉得欣赏身材？我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因为最近我太太每天看我们的。你用欣赏的角度当成四幅画，你喜欢哪一幅？你把它当成高尔夫球杆。啊对对，四幅高尔夫球，这太牵强了。第一位相信吗？哎，你呢？我喜欢跟大家不一样。你凭哪一点选？我喜欢一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皮肤白还有肤感好很重要。哦，肤质的感觉很重要。肤啊，肤感。你选一号啊？我选一号。哦，你选一号，就像你以为王心田是你女朋友是一样的。想太多了。来，一号。请问一下，如果我们今天的来宾选你的话，对不对？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？会跟我有安全之吻。哦，是哦。Oh baby, you so good, you hot. 哇塞，好大方哈 ，Holy God 仔。请问一下，选到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？可以跟我一起吃脆皮酥，吃到鼻子碰鼻子哟。哦。Yes， 吹你输。那好，选到你会有什么样好处？我会跳舞给你看，然后你可以当人体钢管，会在上面磨来磨去。
哎呦，什么什么什么，磨来磨去，若迪，磨来磨去，这样还好，老婆不会生气。磨来磨去应该还看，也得要看磨到什么程度、哦。若迪，你是舞蹈家，对呀、啊，你可以配合。对呀、啊，你舞蹈要有一个艺术，一个这个就跟你一样，完全站，完全不动。嗯，也可以。好不好，说人形要来一个，对，所以你要呼应，你是什么样子？你们没有这样子嘛？谁这样？我这样我还不回家、啊？因为在录完这一集，我根本都不要回家了，是吧？来，四号，选到你会有什么样好处？嗯，我知道大家在冷气房露营，手部的皮肤一定会比较干燥、嗯，所以我今天有特别准备了一罐滋润的乳液，我会帮你就是手部做滋润的按摩哟。哦，这个不错、啊、哦，我的四号对不对？我的。是要看你姐吗？对，四号，拍照，超上，哇哎，这两个四四放起来就嬉戏耶，完蛋了，你又来了，完蛋了，这还开心的，你讲这干嘛？是是是，这好号码，这个号码，这号码，好，开心，对不对？两个四加起来是八八嘛，八了八了，只有你会嬉戏，八了，来来，懂不懂？你也是四号，来摸摸手快。如果你现在单身，四位，请选一位。红哥，四号，曲哥，二，刚刚二，三三，三呐、啊，哈哈，三号要把你当钢管哎、欸，钢管什么东西没有关系，三号嘛，玉林一号，哎、欸、不行，安全自刎，安全自刎会出事，出什么事？出什么？你老婆不是这样？对啊，你又不承认，你没说你是没有在怕的，不是？没怕。可他朋友会跟他讲啊，没有，不要承认就好了。啊，就说那个人不是我。对啊，我们现在没有重播节目，就说那个人是梁鹤群，不是？对，你在上次你就是刘德华。你是刘德华了。好好，给我一杯忘酒泪，管他整夜不流泪。我现在是刘德华。就一号。没事，好，没事没事，不要怕。被迫选择一号的玉林哥，你就好好享受安全之吻吧。享受贴身热舞，潘若迪即将下地狱。开始 ，music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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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的婚姻会破裂吗？跳到忘我的潘若迪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呢？国光帮忙，整计划最终阶段，选择其中一位真妹都可以进行亲密互动。在主持人先抢先赢的策略下，潘若迪选择三号享受贴身热舞，而沈玉琳被迫选择一号准备安全之吻喽。其实安全之吻有隔东西吧？我们隔钢板，那不是什么叫安全之吻呢？钢板，哦，钢板就 OK， 钢板就 OK， 对对，拿着一下。钢板，我还水泥墙嘞，钢板。我们马上要开始吃脆皮酥，曲哥，请把脆皮酥准备好。曲哥把它吃完，我们吃完吧。当宵夜吃。曲哥，那个是出国一个月是吧？白痴，你那个。哇塞，这么厉害啊！不要再泼冷水。一个小时单。哎，不是，我们在开心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一直要讲那负面东西啊？这个解嗨王哎。好，这全部吃完，吃完。七哥，哎，不用自己先吃，你让他对吃的，你让他对吃的，神经病。欢迎希尔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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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超萌的，女色代表。哇塞！来，金色。我跟你讲哦，哎，既然这么美，我们一定要招待各位观众，美女三连拍，预备。哦，不是我。起，一。二三，你看你看，七哥是受不了任何员外的意思。而且鹏哥，请纠正一下曲哥的裤裆啊。没有没有，正人君子，我们正直。我觉得你有邪念哦。没有没有，吹笛舒坦 ，music feel。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曲哥用点感情，还有一个小时，用点感情，对。嘴角微笑，微笑，再吃，再吃，跨越那条禁忌的线。哎，刚刚有触电的感觉，
没有啊。OK 了，我就到了，好了，这样你到了、哦，到哪里了？你不是以前都到不了吗？现在到了，碰到了鼻子了 ，OK 了。接下来欢迎三号。哇塞，若迪，若迪请。哇塞，哎，你看起来应该很会跳舞哦。对啊，我是跳舞的。跳舞的哈、哦。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31B24 35。哎，说真的，他真的好多人的优点，中和亮哦，优点都在他身上。眼睛很有神，眼睛要随堂的。而且他跟潘若迪的脸型还蛮合的，真的、哦，两个都是瘦小瘦小型哦。两个靠近一点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样就可以拍个照，也没有要你干嘛，你在那边。对呀、啊，你来近一点，三连拍，二三。接下来，对啊，热舞时期要开。好，哎，热舞没有这个哦。热舞时期跟 Dirty Dance 你要哪一个？它不都是一样吗？热舞时期跟 Dirty Dance 是一样的、啊。你会不会跳 Dirty Dance？ 会啊。那 Dirty Dance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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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很不要。我要跳 Dirty Dance。对啊、欸，人家女的都没发表意见，你这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还选人家的、啊，我一定要，你为什么每次玩到这个你这样扫兴呢？啊，随便你随便你。预备，请开始 ，Music。手举起来，人工钢管动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孝顺的男生。孝顺，哇塞，那好，那个现在还单身哦？对。为什么会单身呢？嗯，还没有适合的吧。哦，这样谢谢你参加，谢谢、哦、谢谢谢谢，真的很棒，谢谢，我们鼓励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临危不乱。朋友，我不能等太久。朋友，准备好没有？我抓出来。朋友。朋友按摩啊，朋友按摩是啊，按摩。朋友手上的东西拿掉，可以了。按摩手一点，哇塞，光影光影，然后上衣脱掉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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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压吗？我洗吗？不要讲，好来，预备，哇塞，哦，哦，好毛哦。我就是哦，很少按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为了家庭的气氛，是是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有按摩的机会，我分外珍惜。是是是，哎，知道出来玩又这样子，太棒了，对呀、啊，咋呼，真的。大哥这样的力道，您可以吗？可以再重一点，可以再重一点，因为我怕你会痛。不会，红哥是钢铁般的男人。是的。哦，很好。哎、欸，你真的练过哦？嗯，会哦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有舒服的感觉吗？有，哎呦，要不然干什么？一分钟后就会开始比较舒畅。他又不是男生，那按起来当然舒服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不然谁花钱来找最瘦的？真的，真的，什么花钱？乱讲。哎、欸，他不要看，他真的会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没问题。好了，玉林哥了。
来来来，我们要去先看嘛。OK， 先看先看，还可以退票就对了。喂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哇！脸好小哦！噔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，好吧，安全之吻。哎，但是能不能啊，就是这个吗？对啊，不然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有点薄。不会，不会，你要自己拿。因为我老婆的人哦，连我跟女生去吃饭都会跟我翻脸的。哎，所以我是很诚挚的，玉林哥，希望把这个权利我们多少次录你的影，我们到现场，我们有拒绝你，我们有废话吗？对，我们被死鱼打脸，我们这样跟那种小甜甜一句话也没吭过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？我跟你讲，这样好了，就用这个，但是碰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太多时间。对啊，安全之吻，好不好？这样公平吧，嘴对嘴这样碰一下就好了 ，OK 吗？OK 吗？嘴对嘴碰一下，碰一下就好。哦哦，好好。究竟沈玉琳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呢？老婆现身棚内，潘若迪当场发怒。今天有一对要离婚。潘若迪。潘老师找个女的亲看看。我干什么要不要亲看看？你们俩办离婚不关我的，不要不要。那我干我，你这样你敢叫我死给你看，死给你看。我讲对，上次他是有。究竟潘若迪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？国光帮忙！过去是整人专家的沈玉琳，没想到今天要被我们整回来，被迫选择一号的他，即将面临亲密互动、安全之吻。老婆雅雅按耐不住，即将冲到现场阻止一切。究竟沈玉琳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？是我们的，好吧，安全之吻。哎，但是能不能啊，就是这个吗？对啊，不然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有点薄，不会，不会，你要自己拿。因为我老婆的人哦，连我跟女生去吃饭都会跟我翻脸的。哎，所以我是很诚挚的，玉林哥，希望把这个权利我们多少次录你的影，我们到现场，我们有拒绝你，我们有废话吗？对，我们被死鱼打脸，我们这样跟那种小甜甜一句话也没吭过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？我跟你讲，这样好了，就用这个，但是碰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太多时间。对啊。安全之吻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这样公平吧，嘴对嘴这样碰一下就好了 ，OK 吗？好 ，OK 吗？嘴对嘴碰一下，碰一下就好。好，预备，快点啦！会不会今天是我人生最后一次？不会，怎么会？不会，来，快点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哎呦喂！你还这么紧张？明明就有拿预备动作都做好了。我准备动作，我是准备要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，我跟他说 sorry， 我做不出这种事情。哎，结果你就出来了。真的啊，我人在曹营心在汉。我懂，我懂。对呀。我懂。我请你给我出来。三号女神，请出来！哎呦喂！你刚刚这样的行为，只有在被捉奸的时候才会出现。你也太狼狈了吧你！来，哦，来，我们没有，雅雅没有，刚刚那样不行的。当然不行啊！可是这种安全之吻，哪一点都不安全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要不然再拿来，你们两个亲看看。可以，你想出这种脏点子，可以。
你又不是设计要做人吗？你不要这样打了，雅雅。这样这样播出去，我以后在社会有什么地位？你的亲家说，我怎么做人、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你是爱妻一族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在社会上的。不会，没事没事，不会有影响，没有播到嘛，不会有影响。立足，那我怎么立足？你真的听下去怎么办？我所以，我不会真的听下去嘛。你会？我不会，我一定。你就是会，你这个。好吧，好吧，但你高兴了吧？就这样，整个局做什么？我怎么男人福利社？你是怎样？你没听到？不是啦，我是说，你要走在我面前亲，拿来。没有，你要亲。不要，你要走在我面前亲，那就张立东来亲好了。张立东，张立东跟他亲可以吗？有啊，可以吗？张立东跟我亲。对啊。算了算了，这么爱亲。反正对不对？性质都没了。OK， 好。冷静，冷静，不要再打，不要再打，对不对？冷静，牙不要再打。我跟你讲，从小脚到大，我妈都没有这样打过我。其实我们真的是在那个中间，我们就会卡了啊。你们不会，我们会，他自己会要亲。没有，没有。如果要真的要他亲的话，我们不会让你出来。对呀，我早就让他是不是停了，对不对？骗人！上次那个 Jason 跟小咪他们两个差点要闹离婚呢。所以这次不会的，不会不会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有一对要离婚，潘若迪。你跟你讲，那下次播出时间先跟我讲一下 ，Kiki 没来，前就先跟我讲。Kiki 没来，而且刚刚还好，不然那个。对啊，我是 OK 嘛。不然潘老师找个女的亲看看。好，干什么要跟我亲看看？你们两个办离婚不关我的，不要不要。那我告诉你，这样你敢这样，我死给你看了。人家他是好老公，他会拒绝，你都不懂拒绝。我刚刚就准备要死给他看。你刚刚没有。我待了五次张牙舞爪，哇哇哇！我是准备要这样的。OK， 好，没事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好在好在没稳到，好在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来，总监，而且要不要来坐？来，来坐坐坐，你坐着，我站着好了。来这给你们好，哎 ，OK OK， 来坐。大家好，我是徐丽丽，怎么会是徐丽丽？潘老师，待会都开始蟑螂可怕，还是你老婆可怕啦？来，没有，来，真的没有。你现在，我们给你一个机会。我又没干，我也没干嘛。许愿，许愿啊！许愿，你要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？我许一个愿望。如果你是单身的话，如果我是单身啊，对，你要许一个愿望，是什么愿望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，我许那个愿望就是，我还是可以接我的老婆。如果我真的是单身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会追我老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老婆那个魅力哦，她的魅力实在是，好，就是目前我碰到觉得最 OK 的。讲出你的老婆好五个。第一个，她会做饭做菜，好佣人。第二个，她这个对处事能力她非常的 OK， 哎呦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三个，她对金钱观念她非常的好，是贪财，什么贪财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四个，她会规划我的人生，哦，她会觉得她控制欲，控制欲。好，那第五个，那我觉得她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有在做，做的是让我觉得哎很满意。OK， 是是。那为什么你要半夜跑出去？我。没有把那讲拿出来讲，半夜没有跑出去嘛，还不是你约的？对，你乱讲，不是我。他是说你半夜跑出去帮明星健身，对啊。半夜跑出去那实在是……我什么时候跟你一起在半夜健过身？是没有健过身啊，但是吃过东西啊。但是半夜是因为小猪工作的时间真的比较晚，他3点钟以后才忙完，我也只有在那个时间去可以帮他。不过还有那时候是因为我没有小孩子在，所以就比较 OK。是，哎，我想可以上次他是不是有？我当蟑螂的啦，不是，我以为今天只有他会来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老贼了，你们该套我的话的，你们没有啊？你快点摸到我！没有，哇，你被别人摸到，哎呀，好恶劣哦，被摸了，变脏了，你被摸了，你比蟑螂还脏，大嫂。你不要这样，我没有变脏，我能变脏，最脏的是他了，不是我。人家每次都叫我老公来这里
胸部了，开胸部。没有，他只是配合跳舞而已，没有做别的，没有没有。哎，不错，你看刚刚许愿都想的都是你的好。对啊，对，讲五个好，马上讲出来。全网你讲第几五个好？给我点时间吧。还有，这个很好。OK， 哎，哎，第二个讲五个，五个好啊。公关能力强，好，我爱玩花蝴蝶，对不对？把我生了三个可爱的女。哦，对不对？他也挺会赚钱的，哎，分担家计，哎呦，挥霍挥霍。然后他也挺会做菜的，哎呦哎呦，想毒死你！不要跟我重复啊，外面的。你刚才讲做菜，有第一个讲，第一个做菜。那他挺会做吃的。啊，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录影都是为了效果，博君笑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了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才不好笑。不过我可以跟各位。我可以跟各位观众保证，刚才牙是打针的。大家屁股还在热，大家都很努力，真的。只是让这个小时让大家快乐一点。嘿嘿。然后呢，带着笑容去睡觉，就这么简单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好不好？对。OK， 好，谢谢各位参加光帮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